美女，你怎么跑到外面来换衣服呢？多不好啊！刚刚那个男的都在笑你哦。美女，你是有所不知，我老公啊很爱吃醋，我但凡穿得好看显瘦一点，他不让我出门，所以我只有把这个衣服裤子带到这个公园里面来换哦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是啊，没办法的，还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哈。让你见笑了哈。哎，美女，嗯，你刚刚肚子挺大的呀，可怎么这裤子衣服一穿，完全看不到了？那是因为我这个衣服裤子显瘦遮肉嘛，我肚子啊其实还在这里，你看都170斤了，像那种高腰头的，一提起来全能遮住，它呀还带弹性的，穿着一点都不紧。小脚裤的版型啊，蛮显腿长显腿细的。那你这个面料又好看的版型也不错，应该挺贵的吧？你说什么呀？我这个呀是大码工厂店做的，才59.9，很便宜的。那在哪里能买到？我也去买一条。就在视频下方小红书呀。哎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先走了哈。